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里的寝室到警察室后面的房子，突然呀，房子很干净，很干净，非常干净，可是有点房地小。其实房子是真的很好，档次很好的房子。哦，两个房子的尺寸也差不多，两个房子尺寸差不多，是吧？两个人会住，地方非常档次高，地方好干净。那么卫生间哦，客厅的，这样左边进来鞋柜，这个大门，这样进来，客厅挺好，客厅挺好，客厅这样进来的是大房，好像看一下卫生间，小房，房子可以懂吗？小房也挺不错的，我是金公公。